生活当中的毒素无处不在，十大杰出青年专题今天要带您认识科技公司总经理徐景祥，他研发无毒环保的硫化物剥金剂，颠覆以往用氰化物剥除电子废材料贵金属的方法，环保无毒，资源再利用。我拿了一些润，哦，好，这个金就是从这样子润当中裁截下来的。电路板上黄澄澄的镀金，在徐景祥眼中价值连城。我们现在在这家科技公司呢，他们研发出一种环保的剥金剂，也就是可以从废弃的电路板当中提炼出黄金。先把金的东西通裁切下来之后，再来去做黄金的剥除。目前回收业者普遍使用含有剧毒的氰化物或是掺有盐酸的王水当成金属剥除剂，对人体环境都有害，因此徐景祥与研究团队创造了绿色炼金术。我们其实是找到一个金属，它有不同的氧化还原电位，然后比方像金银镍铜有不同的电位之后，我们利用一个硫化物的方式，再加上一个导电盐，让这个黄金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很舒服就被电解下来了。这个就是可吸式的剥金机台，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我们将这个 LED 的镀金连接器下去进行剥金，我们只要进下去大概几秒钟的时间，您可以看到金已经全部都剥除干净了。硫化物性质温和安全，不具腐蚀性，所调制的溶液几乎是中性的，甚至能把手浸泡在里面。包含到 PCB 连接器或者是半导体部分都会有镀金，那我们把这些下脚料废料的部分或者是一些家庭的废 3C 产品回收下来去做拆解，然后把有金的部分去顺利的把它剥除下来。剥金机台的滤芯上布满了剥除下来的金粉，这些贵重金属能重复使用，降低企业成本。创新的技术让徐景祥获得匹兹堡发明奖金牌，甚至获颁十大杰出青年。但徐景祥最骄傲的是让地球的未来更美丽。环保剥金救地球，耶！大爱新闻蔡佩莹、梁家明台北报道。